好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16场小组循环赛第四天赛程，B 组的败方对败方目前来到2-2，最后一盘 ACCM 对上西头是伯根利对上拜占庭。我们很快看一下地图，西头哥的图我觉得还可以，但是这个金在这，不过他对手是伯根利，所以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还好。附近在这一块，在这伯根利的图很重要的，我看一下。两块附近在前面哦， ACC 的两块附近在前面，石头在后面，在侧翼。还 OK， 图的部分还 OK。现在西头哥来了，西头哥来了。这个犀牛已经先拉了，这个在后置位很难偷。他家里的两只 OK， 其实西头哥在红牛杯第四届他是有打进去的，可是无奈第一场就遇到 Mr. Yo， 他第一场遇到 Mr. Yo， 我印象很深刻，然后被玩虐。好，来不及。OK， 看到了。那家里的犀牛要赶快哦，这里还有一只。西头哥会成为第二个 Ventures 的吗？这边两只羊没有看到 ，ACC 也没看到，西头哥还在逛。哦 ，ACC 也回去了。这两只羊很关键，这边雷会西头哥看到羊过招，先砍一下两下，这边要砍羊，这边要砍羊，你丧心病狂啊！失去的羊儿找回来，你这里还分岔路，哇操嘞！找不到，找不到。哇，找不到了，不见了，羊又不见了。伯根利先点了一级木了。很快呀。低头哥这一把他城堡必须赶快修道院出来。打他的拜占庭修道院，
然后把遗迹建好。来了啦，爽啦，这样就对了，插死他！我到底在帮谁加油？我已经帮西头哥加油了，没办法，我觉得西头哥不知道哎、欸，每次都看他二比二，然后最后一盘这样子开局，心痛啊！西头哥走了，刚刚有说拜暂停打这个勃艮第哦，封建是可以尝试看看的。打一个泥巴战，打一个泥巴战，一头哥大胆的往前了，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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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插牧区吗？等一下，这边有人来。哦，这边怕下箭塔，所以先拉来这边。哦，二木二农，收箭场前置，村民开干，村民拉几只？拉三只。哦，泥巴起来，泥巴起来。哦，这边鸡头哥戳死一只肉马，往后拉鲁乔四对四。ACC 也很沉着 ，ACC 很沉着，他没有全拉，全拉的话，这个经济会拖到。哦，这边算了，刚刚好四对四。哦，这边比开稿，比开稿，我会讲的很详细。这边有一个坡，这边打一个大乱斗，这边拜暂停，他的优势是什么？垃圾兵打泥巴战，这边有机会先把这个残血的这个村民先杀死吗？会会。拜暂停的优势出来了吗？这边也戳死，这边再来再戳上来，上来高地，哇，打一个泥巴，再来再来，勃艮第已经二木二农了，勃艮第二木二农，不能让他起来，不能让他起来，哦，西头哥想着不能让你起来。兄弟，我错了，不要来乱啦、啊！这边还有一只村民，女村可能要死，拿走。这边五村在打啊，这边还不错，目前拜暂停节奏也算不错。这次村民会死吗？这次村民被男丁卡到，决战二比二，决战二比二。好，这个高地卡着 ACCM 守住，这边往后拉，好，这边往后拉，双方一波交战，村民一换一。哦，这边趁这个时间点已经把这个后面拉死了，这边要直接来下一个箭塔 ，ACCM 这个石头在外面外置位。这个石头安全，这边直接毛兵四对二，四对三，有没有一级射？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没有人有木头，没有人木头。哦，这边，哦，兵工厂，低头哥，兵工厂挤出来，勃艮第这边是下木墙。这个一级车会决定胜负哦，和一级车会决定胜负哦。西头哥，西头哥，西头哥，一级车，西头哥一级车，逼出一个箭塔，这个箭塔在这边，他的牧区失守，牧区剩这边。哦，这个木要，这个木穿木材爆炸。哇，西头，这个高地塔我觉得不错。哦，赶快挖石头。但是现在西头哥有一级色的领先，这边有机会吗？这边挖他的石头，打泥巴战，我讲好多次，但是西头哥有优势就抓着不放，这边 pop 出来五只毛兵。
是。现在双方都打的真的是很好，双方都打的很好，双方都打的很好。这边 ACC 要来解这个箭塔，已经小围，这个石头守住，现在要来这边打。哦，一直用毛兵跟你换，哦，便宜毛兵跟你换，但是勃艮第这边有二木二农，现在胜负还非常难说，非常难说。32村对36。32对36，这个节奏再拖下去是勃艮第的，但是拜占庭现在有一些微小的优势。这边 ACCN 点不出一级色，现在才要点一级色，现在拉了很多村民上来，但是他这村民完全没做事情，现在节奏慢慢掉在拜占庭这边，但是拜占庭现在只能打鲁桥，没有办法一级毙命。现在牧区控住了，牧区控住了，这边石头在挖。什么时候会来出击第二个箭塔呢？这边毛兵，这村民是吗？没有。哦，这个箭塔下来很关键，安全的石头有了。看一下，等一下西头哥会不会用四级做买卖，上城堡。这边要继续打封建吗？两只箭塔已经有了，两只箭塔已经有了。我觉得这边西头哥可以考虑。我不打了，我打城堡。哦，这个都逼出来了，这个逼出来了。哦，西头哥可以吗？西头哥要带三只村民，西头哥带三只村民想要干嘛？你想要把这个箭塔给拔掉吗？西头哥，浪子没有回头的，我要 all in 就 all 了。哇，这个箭塔在这边，哦，好像有一点点的远。低头哥，这个箭塔，好像有点远哎。低头哥，这箭塔射到吗？看一下。哦，先知塔，好。来。赞赞赞！这边这村民先死，这是村民，这是村民，这是村民。ACCM 没有发现 ，ACCM 发现，怎么会有人来射我？我这里西头，我是伐木工，我的名字叫西头，法国伐木工，只要是在牧区的战争，全部归我管。西头哥一波买卖可以点城堡，这边要上来解这个箭塔了。哇，这个节奏拜占庭有机会哦，这个有机会哦。这边用三寸来解，鲁桥，这边三只男丁，哦，这什么？哦 my god！What was that? 变魔术，越过一个塔，干死一个，然后走了。我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是吗？哇靠！我跪了！你传送门啊！你传送门啊！哦，这一波很大一波哦，莫名其妙 ACCN 死了六村哦，啊，现在一直心跳扑通扑通的哦。我靠！哎，西头，西头后面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西头后面的，这很可以，这个很可以，冲啊！疑似骆驼冲了！我操！
这边在挖石头要压宝了，先压一个压压惊。哦，不行了，我快吐出来了。再一村，七村，哦，八村吗？八村。嗯，骑士 ，ACC， 你敢盖宝吗？你敢盖吗？你要盖哪里？你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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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盖不盖？你不盖，你不盖，我来喽！骑士来了，二房。这里好多村民，三只小猪，不是，是三只村民要死了。哦，这边很临时盖这个木墙，这边盖这个城堡，安全金，牧区解放。哇，这个位置可以，这个位置可以。看谁输谁赢还不知道。现在谁输谁还不知道，因为这个城堡的位置也不错。这边放掉可以，这边僧侣出来还不确定。但现在是现在是逆风的，这边再死两村，再死两村，直接硬干，头也不回，我就是要你死！哇，再杀，马上轻装兵两只。修道院有了，修道院有了，拜占庭有说城堡，你修道院需要出来哦，城堡你需要出来哦，拜占庭这是新版本的哦，补血补起来，补血拿起来，残血的全部回来给我吹吹哦，帮你呼一呼，但是家里是门户大开的，马上轻装兵来了三只，这里。两只马上，一只骑士，骆驼回防，啊，打得真好啊！西头哥，西头哥要点这个马的跑速，哇，这边便宜骆驼出来，西头哥这边骑士，往后拉，低调低不低，往后拉，没事，好，往后拉，这边换人冲上去，哇，这边。哇，死了，没招到 ！ACCN 快哭了，ACCN 快吐出来喽！他这个石头还没射到，等下开 TC 开这个位置，但是现在这一盘要血耻，我那一盘塞尔特，我回家反省了，过了两天一样来到这个比数2-2。我誓言要在这个台湾的频道要有一个比较就是正面的精华哦，看样子是可以的哦，目前是有机会的哦，这边要上来灌篮高手了吗？看起来是，他要灌哪里？你要灌哪里？灌你牧区，因为他这边没有牧，这边剩这里没有牧，哦，灌这个牧。哦，这边没有木，因为他出来就要被打。哇，这个西头哥当之无愧啊！我是伐木工，牧区的战斗归我管。这边抓到，奇怪的这一场西头哥，哇，他是不是屁眼是夹着在玩？就是缩起来了，伤了。骆驼上去打，马上轻装兵，只有第一下很痛而已。这边需要拉打，哇，这里拜占庭的战场，这边前面灌篮高手灌起来了，牧区爆炸，牧区要来这里，没有牧了 ，ACC 要爆炸喽 ，ACC 要爆开来喽，ACC 想办法，先要插一个宝在这里了，他现在想要插一个宝在这，哇 ，ACC 想插宝在这边。但是他石头还三木来，哇，他没有一个安全木，这个拜占庭的补血很快的哦，拜占庭新版哦，很快哦，补起来。这边骆驼再来，好，这个 BK 可以，因为这边门户大开，这边赶快挖石头，
这边栽个修道院，已经有一个。要冲了吗？要冲了吗？我西头哥要冲了，西头哥冲了，西头哥，西头哥这一个冲可以的吗？这里骆驼打马上轻装兵，这边轻装兵，轻装兵死去，越南之鹰，这里有点夹不住了。西头哥这一把他是谁？他是谁？我不认识。他也不是 Viper， 他不是 Hera， 他不是 Larry， 他是我们法国面包，法国伐木工，叫做 SITAUX 系统 ，MYI 战队来自 MYI 战队的伐木工，他这一盘优势非常大，二比二，有可能会拿下这一盘。哦，前天二比二 Hera， 哦，不是偶然的。这边还有机会吗？现在蠢蠢骆驼，这边四只马上装兵，六只。要一战成名了吗？要一战成名了吗？哦，西头哥现在优势很大，西头哥要灌篮了，西头要灌篮了。但是西头哥，你只有三只村民，三只村民，你骆驼必须上，你骆驼上了，上了，上了，上了。哇，这边 ACCN 敢拼一波吗？他不敢拼，他没有木了 ，ACCN 没有木了。这边他村民不敢出来拼，这边还有透视车做一个防御，现在要盖这个地方。哇，这里投石车，投石车砸到几只村民，投石车砸到几只村民，投石车，哇，这个城堡，西头哥山村很悠哉的在那边盖城堡，很 free， 很 free。哇，这里骆驼大军，骆驼大军，包包起来，投石车往前，这边还有很多僧侣，这里西头哥的拜暂停。我没看过，我说真的，他这次比赛没出，原来有藏王牌，他拜暂停搞起来，好可怕哦，好可怕哦！哇，这里不行，哇，这什么 SCN， 哇 SCN， 我的门票，我八强门票 ，SCN 九十七、九十八、一百，四十九对八十一村，哇，这边。战况急剧，好像这个法国伐木工，哇，这边没有木了，没有木了，没有木了，地基了，地基是米达，地基了吗？西头哥，西头哥，还有哪里有木？这边一个哨站，这里一个哨站，哦，这边有个哨站，看你出来我就打。这边没有木。这边没有木，这边没有木，啊！他出来了，他出来了，要被皮鞭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牧区的战斗真的不能跟那个伐木哥打哦。这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西头哥照光光，亮亮的，亮亮的，完了，骆驼要来了，骆驼要来了，赶快开 TC。这边灌篮高手又灌一个，没有木了。平时教你们伐木，你们不会，有我这个法国伐木工教大家牧区是到底有多重要。这边进来 red， 但是后面有两个 TC， 但是现在这个木我全部要收光光，因为我是法国伐木工。我法国伐木工，等下哭出来哦。终于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六台，六台，要直接套餐了，冲车套餐加骆驼，这边很悠哉的四村，但是 AC 线这个视角他没看到，他没看，他根本就不知道，我连开都不知道，没看到 ，C 没有没有，因为他是法国伐木工 ，Oh my God， 我已经嗨了，我已经嗨了，可能这场比 Viper 跟 MBO 还要嗨。冲车，三六台，四个僧侣，哇，要 GG 了，要 GG 了，没有木了，哇，越南最后希望，最后一位越南选手，没有了，法国面包。
哇靠！哇靠！等一下要直播采访，开红酒来喝了。哇 ，GGWP GG Next。